的主题是，请说说我们拍 MV 和排练进攻演时的趣事。然后我觉得趣事就是我们，因为我最近拍的开拓者的 MV 嘛，然后我们哎人呢、啊、没事，我们当时不是在里面在找我吗？是，没事，说明你的体积变小了，容易被忽视，挺好的。我们当时不是有开车嘛，然后当时其实天气拍的时候是很冷嘛，然后又是半夜两三点的样子，就更冷了。然后那就妹子们都穿着那个衣服在外面受冻，然后就。就你一个人穿那么暖和是吗？不是，包得像粽子一样。不是，然后我们就全部人都挤到那个车，大部分人都挤到那个车里面来，然后就觉得挺有趣的。谢谢大家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迟到的，而且他们所有迟到的人都会跟我说，哇，刚才我肚子痛，上了一个厕所，所以我迟到了。所有的人用的都是一套，因为只有这个不扣钱啊。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了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一次，就是默默有时候他可能懒得一个人去敲，他就会使用他的金嗓子，他就开始。就你就会听到，就我们站在那个排练房的路口，是然后对着那边一路这样。对，那个寝室是这样子，一排过来，这一间嘛，然后他就在站那个镜头，他就开始喊出来排练啦。然后一般我们只是听到声音嘛，一般我们只是听到声音就已经觉得很震撼了。然后那天我刚好在他要喊的时候打开了门，我看他那整个人的气势。整个人都有那种，就是我们三个人不是跳天使的尾巴吗？可是就是第一次拿服装的时候，发现那个尾巴，它就不像个尾巴，它是条绳子，就是可能服装是没有是一点，就是吊在下面，就完全不像尾巴。当时默默就盯着那条尾巴，他就没有说话。我下意识觉得他是无语了，生气了。结果当天晚上，大约晚上一点多的时候，我刷开朋友圈，看到默默发了一条，姐忍不下去了，姐明天给你们做一条。我们原来的服装的尾巴是一根毛线，告诉你们吧。不是，是那种拖把，那种稀稀拉拉、稀稀拉拉，然后还荡在下面那种，就一走，不是这种，比这种夸张，太夸张了，好可怕呀！没有可怕那么好。而且、哎、你们那里面还有铁丝，好不好？而且其实我们那一套衣服是在我们演出之前两个小时刚拿过来的，才拿到的我们那套演出服。要不然你们真的要惊撼全场啊！今天说啥？你头上戴了啥？你们觉得什么话比较经典？可以，就是想推荐给我的，我可以说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啊，对对对，就这一句。哎呦不错哦。哎，就这样。你就完了，你也要来一句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哎呦，你也要来舞台。哎呦，默默到你了。红色的。哎，红色、绿色、蓝色有什么不同啊？那红色呢？红色举个手了。哦，52号，嘿，你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你快点啦！是，如果你是一个船长的话，那你准备给你的船起什么名字？然后准备选哪一名，仅限一名成员成为你的船员。然后我想叫我的船名叫海盗船。你就是一艘海盗船，你还要叫海盗船？你为什么？也太普通了吧！啊，你也太普通了吧！你干脆叫他船，不要叫他海盗船，大船。没有，因为叫海盗船比较 original， 就。然后我要选默默来当船员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船，我因为默默长得像海盗，
不是，因为如果船漏水了，然后默默就可以去修啊。然后如果船上没有吃的了，默默就可以去。然后如果船上缺什么，默默就可以。如果船漏水了，我觉得应该选武哲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他庞大的身躯可以把那个洞堵住。不，如果船漏水，可以把武哲丢下去，这样的话船就不会继续漏了。我是中枪了吗？跟我有啥关系啊？然后我想解释一下，刚刚我读开场的那个地方，我为什么会哎嘿，是因为我要读的时候，我要说我是曹丽张阿敏的时候，麦关掉了，然后我说我是没有声音，然后就哎嘿哎嘿的时候才打开了，然后你们就只听到了哎嘿，所以就解释一下，所以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. ！下一个话题，如果你是食尸鬼，应该怎么办？其实就是食尸鬼吧，这个出漫画的时候我就在关注了，然后一直觉得挺冷门的，然后在搜那个动画也一直没出，特别可惜，然后现在出觉得特别开心。如果我是食尸鬼的话啊，那我肯定是大吃货那种类型的，就如果我在南京的话，就是南京大吃货。南什么？南京大吃货，南京大吃货，南京大吃货啊！然后不过我也要看点美食家的品味。我应该会把所有人吃掉的话，台上的话，哎呀，怎么就四个人啊？太少了。你的话，香炸吧，香炸消音。啊，香炸，一半一半，十三香一半，香炸一半。哇，那你是要怎么切？你是要这样切还是这样切？你的血腥，你都要回去研究一下花样的那种。哇。然后萨罗体的话，太瘦了，周黑萨罗，好啃。那你要把我泡成那么黑吗？我这么白嘞，我要不然带回去养一下。天哪，他真的让他挑肉一下。哎，你要不然你哪边肉多？看看，好像真的不多。要不没有，就是最近好像比以前有可吃性了。然后你的话，清蒸啊，煲汤吧，煲汤吧，煲汤啊，那一半一半，煲汤和清蒸，不错。然后我还想吃孙瑞，因为他肌肉很结实。想吃香烤的，可是你这样你怎么隐藏你自己呢？每天你就在人群中的时候，你看到我们边想记载这个人想长，这个人清蒸，那个人卤成就黑呀、啊。对啊，列个美食列表不好是吧？那夏英呢？我不是说隐藏自己吗？那我就想说那就这样了。我藏，我以为他要咬我呢，我藏，你在我这藏不住。不是你就算不蹲下的话。我也藏不住，有自知之明。哎，好冷啊！没有，就其实今天我们人特别少，然后就是我们第三首还第四首歌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这样子转到旁边的那个动作吗？然后我是最后一个，我就平常全部都是人头在前面，今天没有人头，今天只有人头，好吓人啊！今天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头，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有种落魄的，当时没有下身的吗？全都是人头是吧？都做成人家人脑。没有，我觉得如果我是食尸鬼的话，我可以当素食者吗？素食都冷冻啊？没有，就是吃青菜啊，喝咖啡，不可能。没有，那我吃头发给你吃，好恶心。那如果我当食尸鬼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？因为我想喝人血嘛。那我说，如果我是食尸鬼，我想喝人血，然后呢，那我就变成了吸血鬼。吸血鬼都是很漂亮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然后我可以去吃蚊子，因为蚊子吃人血，然后我吃了蚊子，这不就相当于我吃了人血吗？可是，难道吃人就不重口味了吗？所以我可以选择吃蚊子，或者是真的好恶心，苍蝇又不吸人血了，真的是你太恶心了。我想听乐乐说，你真的太恶心了。乐乐你呢？太可怕了。就是我会选择独来独往吧，就是当然这个是不现实的，毕竟现在这么多人，我不可能做到每天就只有一个人上班下班吃东西什么的。对啊，你万一跳着跳着饿了。对，所以怎么说？如果像那种我会隐藏自己的话，就像如果和很重要的朋友啊、家人啊出去什么的，可能会正常的吃吧，就算特别难吃，但是也要吃下去，就算特别难吃。对，因为味觉跟普通人不一样嘛，然后就是不会。那个吃了会吐出来，我会之后吐的，但是我不想让他们觉得就是我今天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，吃不下去东西什么的。然后如果忍得了就喝咖啡，忍不了就你们愿意给我吃吗？好了，我不用怕了。傻，说愿意的肯定哎，不是，这就是爱，就是爱，说。好，那么精彩还要不是，汤演还要继续，那么下面请听清唱。